收看《渔乡风情话》，我是胡一芬。大家看到了吗？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台湾地区渔村生活改善工作成果发表会的现场。哇，今天来到现场哦，真的是觉得今天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因为13年来第一次，像以往呢办这个成果展，大概都是比较区域性的。不过今天呢，我们是结合了大概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区域会，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来做一个发表。那么在静态部分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各个家政班的妇女朋友们他们的手工艺品啊，还有他们平常参与一些活动的照片的展示。那另外呢，在中午，我们各个区域会呢更是拿出这个拿手绝活，有这个品尝会，所以看来中午我们又可以饱餐一顿。然后到了下午还没有休息哦，下午的时候呢，各个区域会的朋友们呢，他们更是拿出看家本领，他们要表演非常精彩的才艺表演。所以说你看一整天的活动下来，可以说又丰富又精彩。那很可惜你没有办法来，对不对？没有关系，看我们的节目呢，你也会感觉到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OK， 我们现在就赶快来欣赏今天精彩的节目。细雨纷飞的早晨，这儿还真的是很热闹呢。看来台北阴雨绵绵的天气丝毫影响不了众家政班姐妹们13年来首度的聚会。渔村生活改善工作，也就是一般较为熟悉的渔村家政推广工作，从民国74年率先试办的3个区域会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推广到全省37个区域会。而13年来在各渔政单位的大力辅导支持之下，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今天这场成果发表会的举办，不但可以将近年来推动渔村生活改善工作的内容以及成果介绍给一般社会大众，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让全省的家政班学员有一个观摩学习互相切磋的大好机会。好，我们知道在这个局长任内呢，其实今年已经办过很多次大型的这种渔业成果展的活动。那今天这个又更特别，因为是13年来第一次把这个不是区域性的，是把这个全省的各个区域会都集合在一起。您觉得您今天办了这样子的活动感想怎么样？我想我们今年确实办了不少的活动，但是有相当的活动都是属于硬体建设方面的。那今天这个活动特别跟以往的活动不一样，那就是完完全全是在我们这13年中间，从最初从3个渔会点开始，一直到现在有将近8000多个人在37个渔会成立这个将近这个100-200个班的不同的班，从这个医疗保健到老人的维护，到这个家政烹饪啊，以及这个所有的这个副业啊等等。我想这些东西啊，真正是建构一个渔村啊，一个家庭社会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家庭如果能够和乐，这个渔村的社会才能够健全。那我想很多渔村很偏僻，有相当多的问题啊，在过去没有被发掘出来，但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跟推动以后，再加上一些学者的这去协助以后，我们开始发掘，甚至我们自己的干部也发掘渔村确实拥有很多问题，那现在被发掘出来了，能够适当的疏导，适当的这个医疗，我想这些工作啊，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把所有各个区域会各个班所办理的这些这个工作，作为经验的交流，我想我们非常高兴，而且我们要持续的扩大的来做这样的工作。我知道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局长呢对于我们渔村生活的渔民朋友啊，还有我们家政班的妇女应该都是非常的关心。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或者是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期望？我想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表会。那今天呢，像今天我们第一个发表的70几岁了，但是他仍然可以在台上侃侃而谈，然后做一这个将近10分钟的演讲，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一个。所以我想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这是我给我们渔村所有妇女这个建议。好，我们也谢谢局长，希望在您的任内呢，还能够看到更多大型给我们民众都能够参与的跟渔业有关的活动，好不好？好，谢谢局长，谢谢。
是一场由农委会指导、省渔业局主办的渔村生活改善工作成果发表会呢，在省渔会以及各区域会、养殖伸展区发展协会的集思广益之下，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精彩，不但有静态的展示，妈妈们活泼的才艺表演，还有一人推荐三十的渔村风味小吃。不过先别急着大快朵颐，看我们一块儿逛逛楼上的展示馆吧。好，现在呢，我就带您呢好好的来参观一下我们家政班朋友们哦，他们这些高超的手艺，这手工艺品不输给专业的艺术品哦。我们来好好的欣赏一下，你看这些全部都是。然后你看到没有，这对天鹅，这是用什么做的？你们知道吗？这全部都是叫做纸藤，因为呢全部都是用纸下去做的。哇，你看看，还有娃娃，还有这个项链。美吧，这项链呢，它这上面呢都有写说哦，是哪一位哎家政班的朋友们，还有名字写上去。然后你看看这个蜡烛，哇，好彩头哎，今年带给大家一个后彩头，你看好漂亮哦，全部都是珠珠，这个也都是纸做的哦，这个你看这个，美吧，啊，怎么会这么厉害哦。哎，这拿去卖也不少钱吧？哦，这真的是很棒哎，这个啊，这边还有，这个也是，这个应该都是叫做纸藤，因为这全部都是用纸下去做的。所以你看看我们家政班的学员呢，平常在这个闲暇的时候，哎，不是说哦三姑六婆在那边东家堂西家短，你看他们把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拿来做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纪念性的。这些由渔村妇女朋友们自个儿设计制作完成的手工艺品，我们不禁要赞叹了起来。每样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相当的具有美感。说真的，如果可以买得到的话，您是不是也会萌起收藏这些美丽成品的念头呢？所以说，这制制品的展售对于渔村经济的改善也可以是有所贡献的呢。那当然，副业的发展方向绝对是多元化的，像是鱼产品的加工啦、美食烘焙、烧乳等等，甚至是老一辈的渔民朋友们的经验以及技艺传承，都可以透过家政班的互动学习而达成呢。嘿，我现在旁边这一位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这次成果展一个幕后的小功臣，他是我们新港区会推广课的，对不对？啊，我知道你们平常也都是对这方面的活动不遗余力，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你们平常的整个推广的一个过程啊，等等。我们这个是由渔会来推动哈，那因为渔村妇女是比较在渔村里面是比较弱势啦，那所以我们觉得说。渔村里面哈，因为我们那边没什么工厂啦，啊，所以就也想要辅导他们副业。那我们那边就是有辅导一些手工艺啦，像那个编织啦，还有那个拼布啦。那跟班员相处哈，可以得到的经验就是教学相长啦。对，有些譬如说像这些手工艺，就是由我们叫年长的那个班员来教导一些年轻班员做一些手工艺，还拼布。那他老一辈的人呢，可以指导我们哦一些与人相处的，还有我们可以指导他们有关于膳食营养啦、疾病改善的啦，还有一些居家环境改善，那个是我们可以给他的，还有新的资讯带给他们，可以说是教学相长很不错的那个。对，嗯，对对对。逛着逛着，不知不觉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会儿就到风味小吃区去凑凑热闹吧。好，东港有三宝，谁在那边说人参貂皮胡辣草？不对，哎，这樱花虾是我们其中的一宝，看得出来没有？我们东港区域会家政班学员多团结啊！哇，怎么这么多人呐、啊？这是什么？樱花虾寿司。寿司。啊、哦，你们。因为很漂亮。嘿哦，安尼我要给吃过。他们很懂得人性的弱点，看到我就说皮肤很好，还有高钙，知道我长得矮，所以要多补充钙质。好好好，高
现在哎呦，是爱给嫁挂。你们平常就一定都很团结，对不对？你们的感情很好，对不对？对对对，好像姐妹一样。你们参加这个有多久了？好久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对，好好好。哎呦，来来来，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琉球区域会。大家都晓得呢，这个琉球地区呢是目前哦最适合这个虾王养殖的一个地区。哎，然后旁边这两位都是指导员吗？对对。好，你姓啊？我姓李。哎，严武许。许小姐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先介绍一下你们今天展示的一个成品。我们展示的成品是经由家政班组员，他们平常在家多余的时间呢，哈，那到家我们加工厂加工有鱼干跟鱼丸。鱼干是在每年的三四月它是旺季哦，那我们储存起来，然后经由烘干就可以成品来展售。还有一种是鱼丸，鱼丸是鲫鱼，鲫鱼我们是采用最新鲜的鲫鱼制造成碗这样。哎，专业的指导员加上热情的学员，家政班的组织就是凭借着他们对于渔村的热爱而日益成长茁壮。在大伙儿盛情的款待之下，我们在会场里头走上那么一圈，可以说是尝尽了各区域会的鱼食特产。看着美食当前，您是不是也颇为心动了呢？看到没有，今天品尝会的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的，走一圈呢就好像在那个我们台湾省呢走了一半，然后吃到各地的特产一样。我们来看看，我每个人脸上都蛮满足的表情。小姐，你怎么知道今天的活动？我妈妈告诉我的。你妈妈告诉你的？你现在吃的是什么？布拉吉干吧。你觉得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现在的渔村生活真的是需要政府这样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啊，你今天来感觉怎么样？很高兴啊，正式正式。啊，你自己本身也是家政班的学员哈，你觉得哈参加这个家政班带给你最大的快乐在哪里？多学习一些东西呀。哎，大伙吃着吃着，怎么耳边传来了一阵阵热闹喧腾的音乐啊？哦。原来是妈妈们的民俗才艺表演要开始了，赶快去选一个好位置，仔仔细细的观赏吧。就在可爱活泼的妈妈们活力四射、魅力十足的表演当中，今儿个的活动就要圆满落幕了。从她们骄傲满足的笑容中，我们知道，在往后的每一个日子里，她们同样会卖力的演出，在渔村生活里呈现渔家妇女们最好、最积极的一面。我想未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尤其我们的渔村呢，很希望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所以家政班应该就各方面等于对于渔村社区的需要，不论是老年人或者少年人，或者是环保，或者是整个工作生活的环境的，都可以来努力。所以未来我想渔业署啊会在这方面跟我们家政班来配合，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人力跟他们的经验跟在当地的服务的精神，能够啊更往前呢推进一步，让我们的渔村的福利生活品质的获得改善。我们知道这13年来，今天是第一次，对不对？有这么大型的一个成果展，是不是以后每年您都已经有计划会支持我们渔政单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展？过去在家政班的展出都是地区性的，然后这一次是第一次啊，是把全国集合在一起。我想未来我们会在。可能在以区域展为主，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交换经验，再办一次全国性的。好，今天非常谢谢署长，谢谢。谢谢。高师傅好。你好。今天又要做鱼了。对，又是做鱼，今天做的是无锅鱼。无锅鱼啊，好肥的无锅鱼哦。像我们一般如果说在这个等于说是买一整条无锅鱼为大家示范，其实如果说现在你是对这种一些这个太麻烦的话，像外面有卖一种叫做潮雕片鱼的。潮雕的。还有那鱼片，人家都。这个超市在卖的，就是一片红红的，有我刚刚想问你是不是红红的，那个就是无锅鱼。
啊，那也是我用那个做也是可以。可是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我今天做的是做这个铁板鱼片。铁板鱼片。这铁板鱼片，我们第一个也是一样，照这个老规矩，就是把这个鱼啊，这鱼头给它剁下来。如果说比方做鱼片啊，做什么的话，我过滤很多，因为它的肉很多。还有一点，它没怎么刺。对，它刺又蛮少。嗯哼。然后第一个就是把这个鱼头给切下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肉给片掉，片这个肉。片肉。啊，片肉，都把它片掉。对啊，我看到你今天准备还有这个洋葱，然后还有黑胡椒酱，对不对？还有一个香菇，这就跟我们讲做那个铁板牛柳。铁板牛柳、铁板牛排，差不多就是像这种做法。另外一个，接下来我们就切这一边啊，就是。其实不错，如果大家今天学起来的话，下次叫做什么以此类推，啊，对，还可以做其他的。然后我们这个片鱼片的话，我这个因为教过很多次啊，但是还是要教。为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话？啊，温故而知新。啊，有时候人家怕人家会忘记嘛，因为有的人在家里比较少做嘛。所以我们尽量有的人教，万一没看到的话，我们可以都还再教一遍，你来看看，也是一样啊。那切的时候就是刚刀子顺着这个中间这个大骨头这个刺这样切啊，切到这边，然后再切另外一边，不然的话你就切一边的话，再接下来切另外一边的话，它会因为它这个东西不是平的，会有这样，然后一个更会这样歪歪的，所以说我们两边，那这个这一段也是一样啊，腹部这样也一样，这样子之后我们接下来。啊，再把中间从中间切，先反正从两边开始。对对对，反正切鱼这种东片鱼这种东西就是不是这样片的话，会有个好处，尽量可以把这个肉完全都片下来，对不对？然后这样。我之前看你片，我都觉得还不是那么难，回家发现你还是要常常练习。对啊，你才能够片到说尽量把肉都片起来。所以说我刚刚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两边你这样拉，拉过之后，我再啊这样切。然后就把这个先放到旁边啦，不要这个鱼头也是暂时不要，然后还有肚子的部分，这边有个大刺，对不对？大的大的也是一样，来顺着也削下来。今天你的鱼皮要留吗？今天鱼皮不留，也不留。啊哈，像这个话都可以不需要丢掉，可以用，还是可以用。熬汤，对。把这头切掉，然后切片，啊，这个洋葱啊。切成这样子，等于是这样，有点像切丝一样。我们第一个把水这个烧滚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给它放下去，啊，放下去之后，然后稍微给它拌一下火，啊，水滚了嘛，对不对？拌一下，然后关起来。现在接下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奶油了。好，奶油。嗯，就麻烦了。然后把这个奶油给它在铁板上弄均匀之后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这个洋葱啊，直接就在铁板上面炒，直接在铁板上面就可以了。然后还有那个香菇也帮我拿一下，香菇，这个对。汤啊，可以，好，可以。然后把肉勺拿一下，肉勺那边。西洋式的煮法的话，就比较不会说用什么锅铲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啊，差不多味道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啊，鱼片直接放上，这个怕的等于是已经熟了嘛。那这个时候，它差不多我们快要，等于说快要起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弄点这个黑胡椒酱。哇！啊？有没有那种西洋式的那种？有。那种香味。其实你只要用到奶油的东西，就是蛮西洋式的做法了。奶油啊、cheese 啊这些东西。这不是起司，是黑胡椒酱。不是，我说，比方还有像起司啊这些东西，对对对对，都是比较香的。好了。哎，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拿湿毛巾，以为会比较冷，其实会更烫。像这个，有时候上桌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盖起来，闻一下。不
错吧？好吃，没有的是，不晓得吃铁板试试看。而且这个最主要，我们冬天所介绍这个东西，就是说可以吃比较长的时间，都是保持。突然间觉得好像保持它的热度。真的真的，不止加那个黑胡椒酱好吃，如果加蘑菇酱可能也很好吃。也可以，也可以。你即使你说有的人喜欢吃那个用番茄酱，或换点番茄酱，就不用这个也是可以。蛮简单的。对。好，这就是今天高师傅教这一道，感觉很西洋式又很正式，又好像很昂贵的一道，叫做铁板鱼片。经济我们没有花多少钱，对，就做好了，对不对？好，希望呢今天在家里面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真的非常的好吃，对不对高师傅？谢谢谢谢高师傅，也谢谢大家。好，看完了高师傅的这道铁板鱼片之后，您有没有觉得垂涎三尺的？讲实在的，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头吃一道热乎乎还会冒烟的菜，真的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所以说呢，好，今天中午就自己在家里面试试看，也顺便帮我们高师傅打个分数，看他设计的这一道菜有几分。高师傅不用担心，因为大家打的都是100分。那至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渔村生活改善工作的一个成果展，其实有很多朋友当天都已经参与了这场盛会，那当然啦，相信也有很多人都错失了这个机会。不过没有关系，其实收看我们节目就好像亲临现场一样嘛，对不对？更何况你看，署长跟局长也都亲口答应我们呐，以后一定会经常举办这些跟渔业相关的活动，到时候不要再错过就好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我有跟大家预告过，说12月19号在我们头城的乌石渔港本来有一场这个盛会，不过现在呢因故延期了。至于说延到什么时候？你只要每个礼拜收看我们节目，我们就会给你第一手的报道，我一定会跟大家做预告的。还有一件哦，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现在天气渐渐变冷了，那这个温度的急速下降呢，经常都会造成这个虱目鱼的暴毙，所以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渔民朋友们，不要忘了给我们这个怕冷的虱目鱼呢做好一个防寒的措施。好，不用担心，我相信大家今年一定都会有大丰收的，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天早上8点钟，还是要准时收看我们《渔乡风情话》节目。我是胡一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